小陈，你回去吃饭去吧，你都2天没吃了，撑得住啊？如果今天李老棍子要来，就你现在这精神状态，李老棍子来了，他先把你给废了。三儿，我料定今天李老棍子一定会来医院补刀的，我要不亲手杀了他，我对不起红兵，我杀他。小陈，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。你说万一李老棍子要不来，哎，他要不来，那就等红兵伤好了，让红兵亲手杀了他，杀他！小陈，你先回旅馆吧，这边交给我看着。我你还信不过？信得过。将军，死棋，死棋！哈哈，哎。谁是冀东海？冀东海隔壁。走。你叫什么名儿？赵红兵。刚才楼下发生枪战，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你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听医生说你挨了2刀，还被火药枪打了一枪，被谁打的？不认识。别总说不认识，我们这是对你的安全负责。我真不知道。你不要以为你总说不知道，我们就没法破案了。哎呦，这警察叔叔好。你是谁呀？哎呦，你醒了，红兵。我是赵红兵的战友。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？不是，北京来的。来我们这儿干什么？您还不知道呢。哎呦，您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就跟自己家一样。我好好跟您介绍介绍啊，千万别客气。我来这儿啊。跟红兵开了一旅馆，火车站前红兵旅社，我们哥俩开的呀。哎，干净卫生，物美价廉。您要有亲戚朋友没地儿住，直接送我们那儿去。而且我们旅店绝对没有聚众赌博，更没有卖淫嫖娼的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您哪家旅馆有卖淫嫖娼的。我们是刑警队的，来调查今天发生的枪战。你卖淫不卖淫，我们管不着。您这话说的，我卖淫，谁买不是？你别贫。刚才听你说你和张红兵是战友，你们当过兵？82年的兵，85年复员的。您也当过兵？当过。我跟红兵都是侦察兵，您二位呢？我也是侦察兵。哎呦，你这怎么话说的？来来来，抽根烟。我这还没带烟，你看这。坐下坐下。啊，那。这个我今天来就是来调查一下，发生的枪战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枪战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怎么回事啊？伤着谁了？死人没有啊？不是，坏人是不是跑了？我帮您抓去得了。走，不用不用不用。据我们所知，他们其中的一帮人是来找赵红兵的。是吗？哎，警察叔叔。那您可得好好保护红兵，好好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啊！警察叔叔，我跟您汇报一下啊，我刚才从医院刚走，走了之后我直接就回旅馆了。到旅馆之后，我先洗了个澡，洗了澡之后我又吃了点东西，吃点东西之后我突然觉得没洗干净，我又洗了一澡，然后我就接着一封信啊，哎，就这封信，我马上就给红兵送过来了。这些我们旅馆的那个服务员小王都能证明啊，这矮胖子。他都知道，我们也没说就是你，我就是问问你，赵红兵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被坏人打的呗。
被人打成这样，为什么不报案？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，不是，这不洪兵一直没脱离危险，我一着急，我给急忘了。你看这样，明天早上起来啊，派出所一上班，我立马就去报案去。干脆，您二位不在这儿呢吗？我这现场跟您报个案不得了吗？哎，同志，您做一下记录啊。大概在3个月之前，对，是3个月，有一个浙江的客人在我们店里丢了一块手表，我去报案了。当时做笔录、摁手印，到现在没结果。上个星期的星期四，我买了200块蜂窝煤，丢了10块，还有15颗大白菜也丢了。那大白菜呢？行了，等过几天张兵好一点，我们会再来的。现在就不打扰病人休息了。哎呦，您这就走了？那我们丢东西那事儿，那不归我们管。那警察叔叔再见啊。怎么样了？啊？洪兵怎么样了？啊，洪兵没事，您放心，有我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都想你了。你刚才是不是又跟那俩警察臭贫了？没有啊，我在哪儿臭贫啊？人民警察遇着点困难，这不找我咨询咨询吗？协助人民警察破案是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你还知道尽义务啊？啊。你不捣乱就不错了。三三姐求你们，以后这事能不能不干了？多悬呐！行，你别担心了，三姐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保证不惹事儿了，也不让洪兵惹事儿了。那你也答应我一条件呗？什么条件？你亲我一下。行，姐给你买头母猪，可劲儿亲你。那哪儿成啊，你比母猪可好看多了。不是你没有母猪好看。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等洪兵醒了收拾你。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拿着好好伺候洪兵。小神，我操！哎，你还醒了？好点了吗？我真他妈睡不着啊！我跟三姐闹着玩呢，那是。哎，看信，高欢的信。帮我拆开。我直接帮你念得了，你呀。那手也不方便啊！我操，哥们儿，这有点意思，这个这什么呀？来，等等啊！这，你慢点，别给我拆坏了。哎呀，你放心吧。我操，这还真是一手艺活，你看见没有？你轻点。你没事儿，哎呀，弄坏了我赔你。洪兵哥，哎呦喂，牙都倒了，我操！来，啊，一别已月余，甚念。那日我登上了香山，看那春风起，不觉心潮澎湃，心中涌起对你的思念，犹如未名湖畔泛起点点的波澜。哎呦妈呀，这怎么跟诗似的呀？你懂个屁！完了，啊，完了，高欢。不是我这破手怎么给人回信啊？哎，有我呢，来咱这手。行了吧，听你那破字儿，我真怕他看不懂。嘿，还不行我练练。练练，顺便练练怎么把那心叠成心。得嘞，我练好了，先给三姐写。滚犊子！操！行，来，哥，老实睡吧啊！哎，对了，
刚才是不是李老棍子的人来了？四哥是不是把他们弄好了？胡哥，我都打听到了，那人叫李四儿，医院的事儿都传开了，他名声大了去了，他家就在这儿住。走，走。自从我……你拉倒吧，等你练完高欢子回来了，你等着，你等我练成那天，我羡慕死你。我天天让你追我屁股后边学去。见你第一面。老五去我家，把我大哥给打了。嘿，这他妈叫什么玩意儿啊？丫他妈还算男人吗？这他妈下三滥！操，没见过这么混的。三儿，跟我出去，咱找他去。不用。胡明，我来就跟你打个招呼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哎，你小心点，我有分寸。